对不起，听不懂可以叫Steven， can you repeat？ 对，这是我们的演讲，跟各位教授、复旦的教授，还有我们的 learning partner， 我们在这边，对不起，我们在这边是我们的学习伙伴 learning partner。刚才我听住两位教授讲我们是学员，但是我觉得 learning partner 是蛮好的，这个称呼就是我们学习伙伴，大家就从大家身上可以学习的不同的知识，研究的过程是不是个人的，还是带一大部分的 learning from others。 我们现在是那个 DBA 是第一届，是那个复旦那边的那个过程，我看到大家像我们是四年前的时间，我们开始的时间也是一样，我们有27个同学，27个 learning partners， 我们在大学这边一起的学习，一起的联系，我们的 network 是蛮重要的。我觉得这几年的时间，大家有互相认识，还有互相帮助帮忙，因为这样是蛮重要的。 DBAC 是什么一个组织，是我们自己的，我们自己想，我们两年的时间录完了的那个主修科目之后就自己做那个研究，但是这样子我们不跟我们的同学联学，这样子是不好的，所以我们就跟我们的各课程主任教授谈，怎么样可以联系大家研究这个 DBA 的 culture 那个文化，一直都有愿，就是这样子。他非常的赞成要鼓励我们去开办这个 DBA 系，我们中文名字还没有谈，中文名字是商博学，我相信我的普通话说不好就商是我们商学院的商，博士的博，学是一个组织，就是我们从来的商博学，商博士，商博士。